杨千嬅1974年出生，1995年杨千嬅参加第14届 TVB 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，并获得季军，正式出道。2006年以《少女的祈祷》一曲获得香港乐坛多个金曲奖项，并三次成为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星。2013年凭借《春娇与志明》成为第32届金像影后。杨千嬅与丁子高于2009年注册结婚。2010年12月20号在香港补办婚宴。2012年6月5号，杨千嬅剖腹产下一子。如今杨千嬅已经42岁了。杨千嬅自出道以来都是圆脸和身材健硕的女星代表之一，更是要经常与减肥做斗争。升职成辣妈后，体重也开始见长。如今的身材比怀孕前整整肿了一圈。早前杨千嬅参加某活动，在活动期间不时摸肚子，惹来怀孕传闻。她澄清当然没有，只是太胖了，摸肚子是因为肚子太饿，平时一天吃好多东西，今天穿的裙子太窄了，所以不敢吃东西。这真是一胖毁所有啊。